解开三十五。三十六十九，就是，十五度的直角三角形，然后我在里面做一个三十六九十的直角三角形。好，继续，然后就三十六十九就是一比刚好三比二嘛。说，我算了算了，说，十五度，所以这两个，这两个边会更长，所以这也是二等于二。再解，这样 BC 零解这个斜边就出来了。